大家好，这两天有花有反应，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七月份了，兰花刚刚冒新芽出来，我们该怎么养？因为由于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热，兰花新芽刚刚冒出来，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，不要给它晒过度的太阳。同时施肥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薄肥勤施，最好是用这种兰科植物型的有机营养液，不烧根，不会产生肥害，同时又可以提高兰花的抗性，避免增强根腐浸腐的发生。按照1:1000的比例兑水，大概7天到10天给它浇灌一次。同时这段时间浇水千万不能过度，尤其是不能给它积水。如果花盆表层的植料太过于干燥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水壶来给它喷一喷水，保证炉头属于一种微润的状态，不要给它过干，也不能让底部的植料产生积水。同时一定要想尽办法改良我们的养护环境，让它更加通风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